辛苦大家了，也谢谢我们的警察贝贝跟阿姨们，贝贝跟阿姨，谢谢我们大哥大姐们，对，谢谢志工们，辛苦了。如果需要补充水分的朋友，服务台有水可以补充，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，走这么长的路。请大家尽量往舞台前方移动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看那个无心恋重组已经回到舞台了。谢谢。最慢最慢十五分钟。再一次告诉现场的大家，现在呢，在我们罗东中山公园呢，是我们第二届的宜兰骄傲大游行，请大家记得到我们的舞台前方做一个聚集。不知道大家是就是喜欢靠左吗？